热圈的友情也精彩，王力宏力挺章子怡唱歌好。前些天如果你要问章子怡心目中的中国男闺蜜是谁，她一定会把这个头衔颁给王力宏。你瞧，在芯片非常幸运的上海宣传活动上，面对媒体关于章子怡与汪峰绯闻的步步紧逼，王力宏是频频出手相救。我的女人我自己救。 Yes， 怎么可以在我的面前而当有记者质疑章子怡唱功不行，居然担任了某选秀节目的歌唱导师，实在名不符实时，王力宏更是从专业角度为章子怡加油打气。我就是会听人的共鸣，无论是在讲话或者在打声叫，他在非常幸运里面有一场戏，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排水雾场，来人啦，救命啊，然后声音很大，我觉得他其实挺有底气，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。小编点评，当之无愧的中国男闺蜜。